房屋，对，独立房屋周边继续追查。侦查组汇报，我组发现三名暴分子朝东南方向逃窜。我们为了取得最好的狙击效果，经常需要一动不动趴在地上潜伏3到5个小时，融入周边环境而不让敌人发现，达到一枪制胜的目的。临机导逃考验的是队员们的处置能力和反应能力，只有在瞬息万变的战场上从容应对，才能成长为一名合格的特战队员。快走！